大小心讯息，你作为影响者的力量。你们好，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能量传讯提升人类的意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能通过人们正在接收的东西感受到一个人的意识被提升与否。我们调节到你们，以确保这些传讯正在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们被设计来让你们更接近源头，更接近你们的真实自我。现在，当我们观察人类时，我们看到你们世界上的人们分享的信息，不一定是为了提升观看者或信息接收者的意识。其出发点是好的，它的目的是提供信息，但却很少考虑被分享的内容、观点、视角是否会提高收到该帖子或视频的人的意识。这是从现在开始，当你们考虑是否要传递一些你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时，你们要问自己的问题。问问你自己，接收那则信息的人是否会因此产生更高的震动，或者它是否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人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是要关心自己震动。你们需要关心你们的震动，你们需要关心那些被你们影响的人的震动。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些人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追随者。但实际上，你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们都有能力发出一些积极的震动，或者发出一些消极的震动，或者发出一些中性的震动。你们必须做出选择，你们是谁？在这一刻你们是谁，都取决于你们自己。当你们有意识地做出那个选择时，你们就更容易选择去传播那些高震动的东西，那些会使人们感觉更好的东西，那些最终会提高你们世界的意识水平的东西。分享知识，分享信息，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安抚饥渴的心智，那心智寻找答案，寻找解决方案，或者寻找你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关于你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理论。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分享能量，分享爱，分享任何可能比获得点赞、评论和转发更有意义的帖子或观点。把你们希望看到它更多的返回到你们这里的东西，投射到这个世界中，因为正如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样，这就是这个宇宙的运作方式。运用你们的力量来提升你们人类同胞的意识，这样你们不仅会更接近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而且你们也会更接近你们的真实自我。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